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鱼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宇茶馆，选择收听。说宋朝，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呢，得从一个人的离家出走开始说起。这个人是谁呢？那大伙都知道，赵匡胤。赵匡胤离家出走的时候多大？21了，娶了媳妇儿，有了孩子，此前的生活平静的跟一潭死水似的，没有任何特别点的事情发生。那当然了，至少是没有记载啊。21年呢，就这么着平淡无聊，就这么活过来了，而且早婚早育。有的时候咱们也非常佩服他的耐性啊，换个人估计都能溺死，是吧？但是他谁呀？他是赵匡胤，从出生的时候就很了不得呀。据说是出生的时候声光电俱有啊。这个色香味俱全，是吧？而且之前十个月他老妈就说了，说我呀，我做梦说太阳钻我肚子里来了。你看咱们中国古代这些个帝王，凡是开国的这些个君主啊，基本上出生的时候都有异象发生，是吧？不是龙来了就凤来了，要么就是大老神仙来了啊，给了个大肉球子，要么再呢就是什么太阳钻进来了，什么仙鹤送进来的，反正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啊。反正隔个百八十年吧，这个太阳就往肚子里钻一回。最奇异的是呢，赵匡胤出生的时候啊，体有金光，三日不散，而且包衣如汉旦。汉旦是什么？就是荷花，一这个芙蓉啊。于是啊，这就成了他日后之所以伟大非凡的理由了。你可怜赵匡胤，搁咱们现代医学来讲的话，你说这是多么严重的异形胎加新生儿黄疸呢？啊，一连黄了三天没好，还被人调侃了1000多年，你这事儿。在这空洞无聊的21年里啊，赵匡胤实在是一个再乖不过的好孩子了，一切都是无可挑剔的。他干过唯一的一件出格点的事儿，就是骑了一匹烈马冲出城去，结果呢，这高头大马嘛，骑起来的时候脑袋命中城门，咣那么一下，硬生生就给撞下马来。旁观的人可吓坏了，这孩子这一下脑浆迸裂，这不当场死亡吗？结果呢，不料人掉下马来，立即跳起来了，不仅没事，反而冲着那匹马啊骑又骑上去了，直到这马服了，这面子算是找回来，这才完事儿。但是结果呀却是郁闷的，千百年来从来没有人佩服他意志坚强，年纪轻轻就把铁头功练得炉火纯青，反而大搞封建迷信，说这个赵匡胤呢金甲神时刻护体，哎，根本没有他本人什么事儿，不是他本人的本事啊。话说啊，一个在冷兵器时代的军营里长大的男孩子，居然在21年的时光里才弄出这么大点的个动静，他的这个折腾能力啊和顽劣性那也就可想而知了。估计咱们拍电视剧一般都从小时候怎么淘气开始拍起，是不是？现在演的那少帅小时候怎么淘气，怎么跟日本人干仗的说起，是吧？你讲赵匡胤怎么没什么说的，就脑袋光撞完了第一集前十分钟，结果演完了，是吧？接着开始这大演员上来就行了。其实赵匡胤本来啊应该一直生活在父母的身边当个乖宝宝，那当然之前的21年他也这么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在 99.9% 的历史记载里都说，哎呀，天生英才难自弃啊，实在是没办法寂寞了，决定抓紧时间出去溜达溜达，甚至是看到了五代十一国啊。有朋友说了，不是五代十国吗？对了，这段时期啊可以说是五代十国，但是咱们这书的作者高天刘云老师呢，哎，把它算作十一国，具体原因呢一会儿咱们会给大伙儿说啊。这个时候啊，五代十一国也好十国也好，这时候可以说是兵祸连连生灵涂炭，他呢才不得已离开慈母妻儿啊，出去执行上天交给他拯救苍生的神圣使命的。那这是 99.9% 的历史记载里都这么说的。那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实际上原因就是他们家穷，得出去找吃的了。朋友说了，不对啊，他们家不是当官的吗？哎，说实在的啊，在那个时代里连皇上都没觉得自己富裕过，你更别说底下一个穷当官的，而且还是一小官。翻开史书满纸都是什么进犯私盐，五斤以上就处死，牛皮全都归国有啊，家存一寸或者是贩卖一寸就处死啊，铸钱太薄，石纹叠加起来没有以前一个厚，你这不是薄铁片子吗？这玩意儿当暗器使挺好啊。
而且你敢私铸这么薄的钱，你就等于是处死，是不是啊？哎，至于什么水灾、旱灾、虫灾、冰灾的人怎么活，没法活，那可真是有难度了。如果能真实记录下来的话，现在市面上那些什么火爆畅销、专门吓小女生的恶心型恐怖片就可以歇菜了。那么一点都不夸张啊，什么人肉叉烧包了之类的，是什么下垂道美人鱼了之类的片子，只不过就是个个体变态者的单独行为。如果说是满城或者方圆几百里内都成了这种店铺，而且时刻营业的话，那是什么世界？请各位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那时候是真的人吃人呢。然后我们才知道后来赵匡胤有多么的伟大。那么赵家人的具体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你想想，在这样的世道里边，赵匡胤居然能活到21岁还娶妻生子，说明他们家还是可以的，不得已21年过完了才离家谋生，说明他们家还行。哎，事实上是什么呀？也真是不错啊。赵匡胤的祖先可查的能追溯到他的高祖啊，名叫赵挑，生活在唐代，做过永清、方安、幽都这三个县的县令。曾祖父赵挺呢，在唐代藩镇势力上升的时期，历任藩镇的属官，注意是藩镇啊，兼御史中丞，在朝廷里呢有一定的地位。祖父赵敬呢，生于唐末，文武兼备，出任营冀涿三州的这个刺史。父亲赵弘殷呢，在后唐庄宗皇帝李存勖手底下任职啊，这是禁军当中的飞节军指挥使。从这些个资料里啊，咱们可以看得出来，这老赵家祖上啊，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显赫富贵过，啊，大多呀只是些县市级中层干部。不过呢，都挺油滑干练的，比较识时务。中央不行了，马上转地方；汉族朝廷不行了，马上给少数民族政权打了工。而且呢，非常忠诚可靠。他们被各个时代的各个不同种族、不同朝代的领导人所信任和欣赏，时刻在皇帝身边工作，包括赵匡胤。只不过他最后把这规矩给坏了。为了更好的了解赵匡胤的成长经历，我们很有必要先知道他生长的环境以及环境的不断变化。首先呢，咱们得说说啊，在赵匡胤之前这么一位终结者朱温。朱温啊，本名呢叫朱温啊，后来呢又叫什么这个惠晃啊，后来又叫朱全忠等等等等，这些名都是他的啊。宋州砀山人，本来是个农民，后来叫朱全忠，咱刚说了。不过呢，他很讨厌这个名字。根据他的行为和职业呢，这就是骂他朱全忠，是不是？这是谁呢？唐朝赐给他的啊。他呢本来啊是皇朝的人，皇朝呢咱们说唐的时候大伙儿听过，对不对？皇朝起义最后怎么着，是不是？皇朝起义龙蛇混杂，朱温是他的得力部下，一直帮着他进攻进了长安，当了皇帝。但是呢，当皇帝之后，皇朝就变了。简单说呢，他变成刚逃跑的唐朝皇帝了，天天呢和宫女混在一块，而且信任太监。结果呢，匪夷所思嘛，他居然让这些在唐朝后期能决定皇帝废立的死太监们重操旧业，在他的起义军里边当上监军了。你这玩意儿朱温受得了吗？他就跟唐朝的将军们一样，被压制、被欺负，时刻的被太监海扁。他冤呐，他不服啊，他不止一次的按照正常程序向他的陛下上报申诉啊，可是一丁点回音都没有。因为都被太监们习惯性的给截流了。这个时候啊，朱温的反应也是非常习惯性的。那你这玩意儿，你说你们都跟前朝一样了，那我也和前朝一样呗，我也反了得了。本性勃发，不可遏制，一刀下去，让太监又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体部件啊，本来就不太健全嘛，把脑子给丢了。后来发生的事可以证明，他把太监们真是恨到极点，成了所有太监们的噩梦。然后呢，朱温就宣布啊，我向唐朝投降了，不跟你皇朝干了，就成了这个宣武战区的节度使，就汴州啊、河南开封这块地方，马上呢就向老上级皇朝开了战。这个时候朱温其实并不孤单，他在战场上有一真正强有力的队友，那就是强悍的世袭雇佣兵种族沙陀人。世袭雇佣兵种族沙陀人的真正走进中国历史呢，是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中国在这时候丧失了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这块地方。之后呢，沙陀人从普雷县归附了吐蕃，做了侵略中国的先锋部队，从此呢就开始了他们的雇佣兵生涯。沙陀人工作很认真，战果也很辉煌，每战必胜，给吐蕃人带来了大批的战利品和几乎不受其他种族攻击的威望。可是他们也证明了会工作的人通常都不会处理工作关系的悲剧。他们过分的骁勇善战，让吐蕃人心里开始发毛了，谁愿和千万把如此锋利的异族刀子在一起生活呀？于是吐蕃人呢打算把他们南迁。沙陀人非常幸运的事先得到了消息，他们在9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向不遵守工作合同的吐蕃人拔出了刀，
一场火并，然后转战东奔，哎，向中原投了降。那这时候唐朝政府当然开心了，大喜过望，把他们安置在了灵州，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从此呢，他们就开始为汉族效力了。同样的骁勇善战，同样的所向无敌，向西曾经攻击回纥汗国的王庭，向东呢迁移之后啊，主要的工作变成了帮助唐王朝消灭国内的叛乱。当皇朝那菊花盛开的时候啊，沙屯人的领袖名叫李克用。这里也有一典故，朋友说为什么皇朝菊花盛开啊？皇朝不是写那满城尽带黄金甲那首诗吗？是不是什么不第后复菊吗？是不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过百花杀，冲天相近透长，冲天相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是皇朝写的吗？李克用啊，这时候非常遵守工作合同，全力的攻击皇朝，不仅把皇朝赶出了长安，而且穷追不舍。皇朝东撤正好路过宣武战区，于是他老部下朱温的地盘嘛，这一场大战就打下来嘛。结果朱温喊了救命，沙陀兵团听见了。李克用一想呢，都是一块战斗的兄弟，帮一把呗，就这么着以河东战区山西太原节度使的身份啊，亲自率军复原，再次大战，皇朝还是不敌，再次跑路。李克用和朱温这时候也需要休整了，就这么着打扫战场以后呢，由朱温呢尽地主之谊，在开封城里摆出丰盛大餐，犒劳救命先生李克用。可事后证明啊，经常喜欢而且习惯动刀动枪的人还是不要在一起喝酒的好。酒席宴上啊，李克用喝高了，他怎么看朱温都觉得是个龟孙子模样，是吧？结果乐呵呵笑嘻嘻的对朱温就开始说三道四啊，你不是老爷们儿是不是啊？怎么让人打成这模样？你看揍你鼻青脸肿的，你看我来了就给你救了，怎么怎么，你真不是男人，怎么怎么着的。哎呀，这个说的各种没种啊，各种就惯例性的酒话嘛，对不对？喝多了嘛，本来这或许也没什么，哪个男人喝酒不吹个牛啊，是吧？也或许这类话李克用啊也说习惯了，谁让他兵强马壮所向无敌，经常救别人命呢？可朱温那边受不了啊，朱温心的话的死盯着这个李克用啊，心里习惯性的开始阴冷起来了，看着李克用越来越放肆啊，心里想他妈的，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甚至非常享受的这时候的难受和愤怒的嘴脸。于是乎呢，朱温呢说两个字，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关门。关门干什么？放狗呗。紧跟着朱温拔出刀子，一场火并，李克用冲了出去，可是他带到城里的这些个弟兄没一个活着出去了，这个梁子就这么结死了。这之后啊，朱温呢穷追皇朝，逼得皇朝在狼虎谷，就是今天山东莱芜啊，自杀了。然后呢，他数年苦战，这才击败了秦宗权啊。秦宗权当然也是人渣啊，在这个时代啊，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卑鄙狠毒的人，万死不足以毙其孤。其他的这个部队行军呢，一向不带干粮，就是这秦宗权啊，不带粮草，干嘛呢？只用车子装载盐和人的尸体，饿了就割肉烹食。他平时的行为你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候朱温占了蔡州，又一口气吞并了感化地区啊，这个就是属于像徐州啊这块地方啊，天平战区呢，运州啊，山东东平这块地方，还有宣义战区，河南滑县这块地方，泰宁战区，就是山东兖州这块地方。于是乎朱温这时候就成了很肥的军阀了。之后呢，朱温呢就开始好运连连了，登峰造极，成了董卓、曹操以及袁绍的结合体了。突然间接到了当时的宰相崔胤的密信，上呢带兵进京救驾。哎呀，朱温太高兴了，这不天上掉下大馅饼了吗？而且准确的砸到了他的脑袋上。朱温就这么着带着兵进了京，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冲进了皇宫啊，根本啊没兴趣搭理皇帝，我管你是个什么东西，先把太监们杀光再说。一共几百人全部死在刀底下，其中不仅有两个新任命的禁军司令官，连绝大多数无权无势属于被迫害的小太监他也不放过。史称当时啊哀嚎呼冤之声宫外数里皆闻，把皇上和大臣彻底给吓住了。以后什么废话啊，接着朱温就下令再把派到各战区当监军太监就地给我处决了。我估计这个命令啊，各战区的这些个将领们也是通力合作，很愉快啊。就这样为时149年的宦官统治天下的时代终于是结束了。这时间怎么算呢？公元755年到公元903年。在这149年里，层出不穷的死太监们可以随意废立李世民的子孙，天下所有事情都由这一群啊有点残缺的人来操办。虽然他们也是人，也有人权和参政的欲望，但是做出来的事儿呀也真太那么混账了些，真是死不足惜。
只不过呢，谁也不会料到干掉他们的人居然会是朱温啊，这也许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的这么一说法。这之后呢，朱温把长安给拆了，长安城的宫殿和所有的民宅啊，全部都拆毁了，百万市民立即赤贫。长安呢，这座先后作为中国首都长达1038年之久的显赫巨城，就这么着彻底被毁坏了，永远的丧失了被选为帝都的资格。朱温带着皇帝和长安全体市民一起回了他的老家根据地开封。朱温就像曹操那样把皇帝弄到手，却没有耐心长时间的养着，仅仅四个月之后他就干掉了当时的皇帝李晔，立李晔的儿子李柱即位。三年后他命令李柱禅让，伟大的唐朝终于在名义上也彻底的灭亡了，后梁建立，国都开封。这个消息一出啊，天下乱上加乱，所有的节度使们一起大骂朱温你个乱臣贼子，然后呢都忙着各自开始在自己地盘上自立为王了。这五代十一国这时候正式开始了。那我们又说到五代十一国，一会儿给大家解释啊。他们的带头大哥朱温呢，在当了六年皇帝啊，死的前一年还屠城啊，当了六年皇帝之后呢，被他的儿子一刀给干掉了。十一年以后，记忆力很好的沙头人等到了机会，他们这时候的首领李存勖奇袭开封，把姓朱的连根给拔起了。没有梁了，那现在的主人又姓了唐了，只不过呢他们叫后唐。这之前北方的结燕帝国和西边的齐王国都已经被李存勖先期做掉，如果去掉他们加上北汉，那么就是五代十国，保留他们的话就是十一国。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后啊，是后唐明宗李嗣源。这位陛下喜欢干的事呢是拜月焚香，同时呢喃喃自语、哎、通常呢都会这么说，说这个某番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祸及，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啊。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哪地呀，你们都知道吧，我就是一番种土包子啊，这个被人强迫的我才做了皇帝，这不是我自愿的啊，你们早点降下个圣人来吧，好把我赶下台啊，是不是啊，与百姓为主啊。历史证明啊，他的确是个土包子，他忘了伟大的天可汗李世民身上不就流淌着这个鲜卑人的血液吗，亏他还宣称自己是大唐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呢。不过话说回来，这圣人也真降下来了，他这边求呢就在离他皇宫不远的甲马营，赵匡胤出生了。那一天是公元的927年3月21，为后唐天成二年。李嗣源痴痴的等，并不知道他的祈祷已经成功，他没兴趣东征西讨，怕抢来了未来圣人陛下的功劳，而沙头人的军威呢也让其他的所谓的这些个皇帝们这些个军阀们啊没有兴趣。就这么着一连八年没有战争，后唐境内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李嗣源过着小康的生活，连带着在他身边讨生活的赵匡胤一家子过得也是顺风顺水。可是李嗣源毕竟老了，他死了，他的儿子李从厚接了班。李从厚呢没事找事，在公元934年做了一件事，表面上看很简单，就是让他的义兄李从珂搬个家，也不太远，就是从陕西凤翔搬到了山西太原。按说太原比凤翔大吧，职务上也是平级调动吧，明明是偏向自家人吧，可李从珂的反应却是突然抓狂，直接起兵攻陷洛阳，把本已经弃位逃跑的李从厚抓住给干掉了。那么李从珂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赵匡胤一家在这过程当中又有哪一些变化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